看看这个小杯子，小金鱼的小杯子，看着画的不错，釉面比较亮。老实说，火气比较大一些。这儿呢，会有一个小盘子，写的呢“大清光绪年制”哈。嗯，这是官窑的啊，官窑制式的那个青花手的，但东西呢也肯定也是仿品啊。釉面呢非常的新啊，火气比较大一些。想掏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老东西啊，完成的呢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在地摊上啊，靠运气吧。我们接着来逛。给大家来看两件啊，两件非常不错的啊，时代比较早的盘子啊。您看这一件啊，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时期的啊？釉面呢也是比较亮一些，咱们所说的釉面比较紧致。我们看一看啊，这种青花的发色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美。翻过来啊，来看一下底胎，去一下胶，看底胎，给大家来解析一下啊。看这底胎的颜色，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底胎，橘底比较多一些，里面呢带一个款式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包括这个人物哈，康熙的眯眯眼啊，康熙非常典型的特征。看这人物，拍点对话啊，非常的流畅，老屁股啊。你看呢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鱼化龙的这么一个盘子啊，也是青花发色非常的蓝，非常漂亮啊。可惜呢，也是啊，这个就是毛病比较大了。东西呢肯定是老的，我们看过去康熙时期画这个龙，咱所说的比头龙，比较宽大啊，看一下啊，非常的霸气啊，这个龙看上去非常的凶。咱所说的比头龙啊，一块啊，两件珍品啊，可惜就是有残了啊。虽然有残了，但是那两件盘子呢也不会特别便宜啊。我有一段爱路宽上将前世印记，一程天气一程雨，我如今天呢，老胡哥呢给大家呢来欣赏讲解一件哈，我们开门大佬的这么一件器物，而且呢是一件我们传统的传代传世瓷啊。一般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经验的藏友呢哈，像这种东西呢都是能看出来的哈，而且呢也基本上能知道它的年代哈。那么我们这种呢喜字罐呢，它的上限呢是什么时期啊？就是它的上限是嘉庆时期哈，也就是说嘉庆时期发明了喜字罐哈。如果呢不带喜字啊，就是我们这种缠枝莲牡丹罐，那么它的上限呢能追溯到乾隆时期哈，也就是说我们嘉庆时期才有的这种喜字罐哈。而且呢我们嘉庆时期的喜字罐呢，它的青花的发色呢是够蓝艳，而且呢它那个牡丹呢画的够细路啊，就是它线描青花更细一些，然后呢它的青花发色呢更蓝艳一些啊，更接近我们乾隆时期的这种发色啊。那么我们这件罐子是什么时期的啊？我们这件罐子呢是清中期的啊，它的下限呢就是道光时期啊，它呢画的呢非常的细路，而且呢非常的对称啊，我们看它这牡丹画的非常的细啊，也就是说它这个线描啊，咱们所说这种钩子莲啊，它画的呢是比较细路的啊。再一个呢，青花发色非常的蓝艳啊，而且呢我们所说的这个钩子莲呢它都非常的对称啊，大家能看出来啊，画的都是非常对称的，是非常细路的啊，喜字呢也是非常深邃的啊，就是它这种蓝呢是这种矿物彩发色的这种蓝艳啊，而且呢层次感呢非常的强烈啊。那么我们呢就给它定一个时代啊，就是嘉道时期的啊，咱们所说的清中期啊。那么我们清满期的这种钩子莲的画法呢更粗一些啊，更粗犷一些。再一个呢，它的发色呢更接近我们洋蓝的那种颜色啊，也就是说蓝中带紫的颜色啊。然后呢我们看它的造型啊，这个造型呢也是啊属于我们清中期的这个造型啊。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胎底修胎修足情况啊。我们看它的底胎啊，底胎呢我们看它的足沿呢还是比较高的啊。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火石红啊，
火虫发色呢也是非常自然的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也就是说像我们这种罐子呢，这种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器，包括呢我们口部哈，口部呢是自来的这种臼哈，咱们所说的就是常年累月哈，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啊，它所积攒的这种灰尘啊，我们管它叫做自来臼，并不是说我们那种做臼哈。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盖子，大家看到了吗哈，胎釉结合处这个火石红要重一些哈，也是非常开门的啊，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一般呢像我们这种呢罐子呢都基本上呢是十罐九无盖啊，就是我们行内的一个话啊，基本上呢就是十个罐子里面不会有一个带盖的啊，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是有一个盖子的，这就是非常的难得啊。这个盖子的重要性呢大家也非常的知道啊，所以说呢像我们这种东西呢还是属于一个收藏级的啊，就是非常不错的啊，就是一个普品啊。像这种喜字罐呢现在市场价格呢正处在一个低位啊，也就是说它价格呢是非常低的啊，别看它是轻中期的，但是它的价格呢一直呢就是保持在2000块钱到3000块钱左右啊，就是它的市场价格呢还是非常低的，非常合适的，也是非常大家值得入手的哈。我们古玩行呢也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啊，就是没有喜字罐的收藏呢是不完整的这么一个收藏啊。这种东西呢它的时代感呢非常的强啊，像这种东西呢摆在家里呢非常的喜庆啊。为什么叫做喜字罐啊，它呢有三喜罐，有四喜罐，还有两喜罐啊，也就是说摆在家里呢这一个的寓意呢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大吉大利啊，非常吉祥啊，喜庆之意啊。再一个呢就是什么，摆在家里呢开门大佬，特别是发自内心的啊这种古朴的这种美哈，一看上去呢就是非常的舒服啊，让人啊。然后呢我们量一下它的尺寸啊，我们这个罐子带盖的话它的高度呢就接近了23厘米啊，就个体已经不小了啊，就属于一个中大等的这么一个喜字罐了。然后呢它的宽度呢就是20厘米啊到21厘米左右啊，是一个非常品相非常好的啊，基本上呢属于全美品范畴之内的啊这么一个罐子。像这个呢是收藏级的这种东西呢啊，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啊。我有一段爱路宽上将前世印记，一程天晴